我是广东省的习习界人大代表，也是广东阳江市的房地产业协会会长。我们的企业主要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香港呢，主要是促进我们香港跟我们阳江两地的一个合作。我们阳江有独天独厚的一个自然优势，460多公里的航线，1.23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域面积。目前阳江呢，从这个产业特别是海上这个经济方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优势，可以为我们香港的居民到我们阳江来投资置业旅游居家等等，都会起到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。欢迎我们香港的同胞回到我们阳江来参观旅游度假投资置业，谢谢。